他说："哦，姐姐在干嘛？姐姐在干嘛？"你看妈妈，嘟嘴巴，宝贝，嘟嘴巴，小心小心。小心小心。啊，你压到他了，好了啦，他皱眉头了，他。嘟嘴巴。小心啊！一二三，睡美人。睡美人睡着了。又睡美人。什么人？没有人。没有人呢？怎么可能没有人？一二三，书包。什么书包？一二三，没有人。一二三，机器人。一二三，没有人。机器人啊？没有人呐。没有人呢。一二三，绷紧狗。什么是绷紧狗？绷紧人。哦呦，这只要被拿去换尿布了。这只死吧羊，看我的。对啊。来了来了，又来了，又生气了。我把它丢上去，它就生气。生气啊！哎呦，怎么换这只啊？换补补了。哎。有这么生气吗？他的位置被姐姐占走了。换尿布啦。哦哦。对啊，换尿布啊。是这样躺吗？对，这样躺。然后就可以睡觉啦。你要说呀。睡觉喽。我要说今天妹妹，哎呦哎呦这样子，往后往后往后。什么 A 呀 A 呀？就是起来。哦，就是你，都是就是妹妹自己这样起来啊，这样子起来。不是，是你。是你吧？你记错了，是你这样子起来。昨天啊。昨天呢？昨天这样子你起来。哦。你要借糖姐姐，姐姐的枕头一下。啊，借糖一下可以吗？好。嘿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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